我去看看饭好了没有。嗯，好。儿子。啊。啊。哎，妈妈妈，您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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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俩这哪是在跳舞啊？这分明就是在调情嘛！你看他多少钱，眼睛都直了。这就太好了，赶紧让他嫁出去。这哪好了呀？他俩要是在一起的话，那我在永盛岂不是更没位置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赶紧把这盆水给泼出去。等他姓了杜不姓傅了之后，哪怕杜傅两家牵扯再深，你爸也不会把家产给杜家。再说了，按照现在杜家的家世，她嫁过去之后一定是要给人家生儿育女的，哪来的时间四处蹦跶打永盛的主意啊？你别说啊，我越看这俩孩子越般配。年轻人嘛，还是应该在事业上多打拼几年。